嘿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超人。我们今天是要来抽那个新的转蛋，就是那个天哪，它中文叫什么我不知道了。那个《So Sorry in the Big City》，就是关于那个纽约的那个圣诞那个故事，这样对。然后有看过动漫的都知道这一款，它那个什么。他们原作那个动漫其实蛮不错的，对。然后我是想要抽到阿波罗就对了，超可爱的，呀，超可爱。然后就是希望能抽到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来一个时间抽吧，时间抽就够了。希望今天非洲血统不会出来，对。那我们就走吧，呀，我想，对，这样子好了。然后我们就走吧 ，Let's go。水烟抽 ，OK， 好，走吧。啊，又没特效，又要炸了吗？我就又要炸了。啊，这是四星，我记得它绝对是四星，绝对是四星。这一次好像也是四星吧，对不对？天哪，这游戏还给不给新手玩啊？等一下，好吧，又是全四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天哪，我们来单抽好了。走吧，单抽一个五次 ，Let's go。啊，非洲血统正常发挥啊，怎么办？还是一样。天哪，不是吧？啊，有了，我抽到了！等一下，我抽到了。好，那我就不用抽满了，有没有？十二抽抽阿布鲁了。好，我满足了，耶、yeah! ！然后剩下应该就是要存到圣诞的吧？对，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抽，先到此，没错。然后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赶个赞，然后随时随手找我的最新影片。然后今天就到此，那就拜拜。